眼疾。最近眼病猖獗，大家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双手要保持洁净，勤洗手，不要乱揉眼睛，否则容易造成红肿发痒，不断流泪，严重的可能还会看不清东西，后果会非常严重，所以你们大家一定要切记。嗯，村长又要说到什么时候啊？马洋洋，一会儿我们去踢球吧。上课不许说话。村长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对呀。村长，我们在这边呢。原来你们站在这里啊。村长，你一直没看见我们吗？哎，因为我患了眼病。眼病？哎，就是我做完实验没洗手，就用脏手揉眼睛，所以就患了眼病了。你们一定要记住要洗手啊。嗯，知道了。我现在要去开卫生研讨会了。村长，你都患了眼疾，还可以教其他羊吗？当然不可以啊。我只是去给其他羊做反面教材。村长不在，终于可以放松一天了。哇，你的手这么脏。快去洗洗吧，村长说这样会得眼病的。眼病我不怕，我怕的只是嘴病。下次再洗吧。吃饱饭困，先睡个觉再说吧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佛珠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人都齐了吗？再发射。怎么办呀，根本打不到他。我要搞起内讧来了。灰太狼，你跑不掉啦。原来是懒羊羊看不见东西了。哎呀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灰太狼先生，我送你回家吧。灰太狼。我成功了。这是什么？羊形变形喷雾剂。只要是眼睛因为不卫生而患了眼病的，当喷了这个喷雾剂以后，就会把狼认成羊的。老婆，你就等。